哎呀，哎呀，辛苦了！哎，神仙神仙，你有输哦？无输，无输一百输，还可以教阮起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拍开你的小铃铛，这是阮的无输一百输 YouTube， 感谢你。若是你要看其他的集数，就记得看咱的公司 Plus， 会使看到全部的无输一百输。真正要辛苦。够搞的啦！偷看见，偷看见，哦，做蛙跳的，伊的嘴真正足细足细，豆豆啊，互水入去。哦，走起啊，走起啊，足够水的。这样子转，哦，长针，长针，对。哦，哎呀，你老师，加好，哦，加好，哎，平时你做工作呢？你是做好卤的，哎，做新的那迄落，夹夹饼洗水。这句话好一套，应该画圈圈。哇！台车沿一条路行，咱来北往盘山过岭。一支车迈啊，唱偌济故事。可能开后一站，敢是三地厝？打一张青春的公车票，予我来做主，有输无输，坐马输。丰富车头，啊，隔壁就是高铁的苗栗站。稍等吼，我就会去那边遐。啊，不是讲要去坐高铁啦，是因为吼要去遐坐公车。啊，这边吼做特别的是，台铁这边出来无公车站，爱去到高铁遐才有哦。啊，看到啊，公车站就伫遐。啊！我把裤子，哎，这方向啊，像往啥掉呢？啊，找到啊，找到啊！九百个在这啦，第五月台，好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。我今日吼坐这班车，会当为后龙家坐去到新店啦。啊，我是吼要去龙兴湖。听讲遐的风景不哩啊水哦，今日吼就去遐洗洗捞捞嘞。这班车的配色足水的呢。司机搞啥？哎，这班车吼，迄外口的菜色是足古早味的，啊，不过一入来吼，内底足新潮的呢。桥上出名就金龟，真正的呢，金龟婆，古水甲，哦，那这高景是一条这大粒啦，哦，无啦，这假的啦，
哦，这个湖阁不哩啊大呢，道卡斯广场，近期应该是有北部众大一家哦。好，来看麦。有人在钓鱼，大兄你好，老早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在钓鱼哦？嘿，钓。哦，啊，敢真正有钓到？有啊，一只。嘿，我钓只。哦，大兄你足牛的呢，足足侪只哦。嘿，这海鲢啊。海鲢啊。嘿啊。啊，你伫只钓偌久哦？那会钓安尼一趟足侪只的？我钓两点钟啊，尔。两点钟能钓遮侪只？嘿，我是要钓，这要做证。哦，这是要做证。啊，即本土鱼啊，就是安那愈来愈少。对。拢钓迄外来食了了去。哦，你讲做证是啥物意思？是讲看会当予伊安尼继续愈生愈侪，啊，传落去安尼。啊，啊来甲保证。哇，安尼你通常拢钓偌济啊？较做伙家炸倒东西饲。啊，我就是拢有专性去钓啊。哦，四界吹就对啊。四界吹。哦。是，所以是。本地就喜欢在钓鱼，啊，才发现讲，迄鱼啊，哪会本土的越来越少，所以会钓到足侪外来的鱼啊。对对。哦，是安尼。嘿啊。哇，这这个代志我从来拢唔知影咧。知影讲会当爱食鱼啊，不过从来啊唔知影讲原来台湾的本土鱼是越来越少啊。对啊。哦哦，安尼大兄你是迄落专门咧饲鱼啊的专家诶。无，我是拢有咧研究啦。你有咧研究？嘿啦，啊，我都有用一个农场一只。哦，专门饲本土鱼啊！哦，真的哦。哎，我甲鱼啊做无熟，安尼可以当迄落对伊来迄落学习一下。哦，会使会使啊。会使。哎，我农场近近啊，尔。好。哦，够牛的啦！哇，偷看者，偷看者。哇，这里这里，哦，做活条的，哇。这手啊，轻轻啊，摸过。哦。哎，伊的嘴真正足细足细，哦，这足歹钓的，哦。哎呀哎呀。哎，大兄，你我敢会当嘛试钓看卖？哦，会使啊。卡网去嘞，一少。啊，手压一前一后，安尼就较轻松。哎，足真足快诶，哪会拢无沉了？敢有人要甲我食？伊欺负你新来诶。真正诶。哦，知影你回来啊。哎呦，飞溜嘞！哦，啊，搁全部拢是乌狗甲乌嘴的。哦，吃了足侪鱼啊！嘿，钓咱本土鱼啊！哇，咱遮有一个迄落生态池。哦，就是这地哦。嘿，咱家己打造的。哦，你家己去的？嘿嘿，请多加绑。好。啊，咱即马就是要让伊适应伊的温度哈。嘿。加咱这苦奶水结合。哦。哦，结合。先让伊套上这会了，对啊。慢慢啦，吼。嘿。哦，哦，豆豆啊，给水入去。嘿，啊，伊若看温度有无？嘿，降的伊就冲啊。哦，走起啊，走起啊。哦，伊就冲起啊。哦，有温度，赶快就冲。足够水的。嘿啊，嘿啊。啊，一只走，后边拢对咧走啊。嘿嘿，是啊。那后边啊，只会唔敢出来。过来，过来，够两只。来，出来，免惊。免惊，免惊，哦，来啊，来啊！主要就是惊啥，上惊温差啦。嘿，哦、所以一开始温度爱先去落适应。适应，台湾不多企业，伊是足活泼的。对，足古锥的。我有发现因迄落生命啦，足旺的，他做抓到这个桶啊内底，搁在跳来跳去的。对哇，即卖咱本土伊个上大的迄落生态杀手，嘿，哦，都、就是讲只外来的。嘿，唔知影讲其实只个外来种，唔是讲看到水落当放落去啊。嘿啦，嘿啦，靠咱发力量吼，保护只个鱼种。哦，你安。你真正做无简单，家一个兴趣，安比这发挥个比个遮尔大。安尼你是开始是安怎会想讲要来做即群安尼来饲鱼啊？因为咱这饲是要饲咱本土的特有的鱼啊，打造伊的栖地。有一点安尼模仿讲，因也是伫大自然，伊有迄种石棒，咱甲秘入就对了。嘿，啊，过来就是鱼仔仔，伊会使秘个啊，啊，无叫大只食去。这大工程呢，这毋是一当两当做会到的代志呢。等下嘛，阁有迄落咱的本土的客家话通看，所以唔是干那只群尔。哎，对对。哇，超过一群！啊，这内底是啥物？客家话。哦，看到看到看到。这就是吼，惊污染。嘿。
大哥，安尼你培育只个鱼啊，这件代志你安尼是算做偌久啊？哦，自少年去饭店做师傅，哦，啊就开始有兴趣啊。头头尾尾嘛，头三十年。哦，你是做料理的？哎，对。为做料理，啊，发现讲鱼啊愈来愈少，啊，还来投入这件代志。对。下面咱来看这個，吼，这嘛是咱台湾本土的。它做遐会看起来较长哦。这就是台湾食户啦，伊这拢是咱的池塘的鱼种，吼，河流就较少，这边还阁有。这嘛有，这咱看过。好。这种。即种咱遮嘛是咱台湾的，吼，伊个色彩嘛足水，伊即拢在了四条水沟啊、田沟啊，身躯有四点。对，我系啦。啊，人讲啥物四点金，哦，就是这啦。哎，大哥，安尼你饲遮济鱼啊，恁厝里人讲会甲我讲，啊，你饲这鱼啊是要创啥呢？哎，拄啊开始嘛是真反对，啊，无利益啊。对对对。还是讲咱即卖慢慢啊，杀个即个做生态的啊，即个景观公司吼，伊慢慢啊接受。嘿。你嘛就是有看到商机啊嘛吼。啊，咱就是为着即个本土的物件来拍拼。嘿。足侪咱即个同好来支持啊。啊，鱼种啦，啊，你遐有无啊？你拢加减大家拢会交流啦。哦。啊，毋则一步一步伫咧进步。哎，这是趣味的呢。所以你是开始做了，发现讲，哎，其实嘛有其他的人可能咧重视这块，哎，啊嘛有咧培养的，对。啊，恁就互相交流安尼。哎哎，这个竹骨头。哦。哦，这嘛是骨髓骨髓。哦。哦，啊，佮有咱这古代，哦，古代这以前咱。这就是古代哦。无，迄竹骨头。哦，这竹骨头。古代一只。哦，古代一只，哦。啊，古代因为吼，以前咱两个古井拢有放一只古代，你内底若有遐蜘蛛啦，有遐蟑螂啦，走入去，啊，伊古代伊会跳起食，啊，伊这古代是咱本土的，哎嘛是爱人工介入，爱家来甲饲起来，嘿啊。像讲你的孙啊，敢会嘛对这鱼啊开始有兴趣？去钓鱼哦，这伊有兴趣。啊，热天会当耍水，就爱对外去做这个生态，希望讲因啊有兴趣就先来接。啊，其实嘛是一代传一代，甲只鱼啊同款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这就是我的水果园。哦。哦，咱遮拢是做迄个无毒的。嘿。哦。咱遮来看咱这芭乐。哦，看到啊，看到啊。哎，以前阿嬷的吼。啊，今嘛咱就是搁甲传承，搁甲种落来。我偷下你看。你是讲阿嬷以前就拢咧种芭乐？嘿，就是讲咱遮交通无方便，芭乐蛮好，了后哦爱用担担到外口去卖。担去担出去。担半点钟，担一点钟安尼。哇。嘿啊。啊，你细汉嘛会来遮，就像讲果子园甲斗相共安尼。嘿嘿。啊。啊，食芭乐大汉。哦，你算食芭乐大汉。哇，这芭乐对你来讲也是足有感情。嘿啊。哦，哎，安尼就真正就是像讲，即个生活经验啊，阿嬷带你去，你搁带孙仔去，啊，像讲你咧做个暑工安尼，甲只个原生种个鱼啊，一直互伊培养落去，互伊安尼一代传一代安尼，我感觉，哦，真正足有意义个呢。替咱无输一百输，欣赏台湾的水，爱记得给你订阅，分享咱无输一百输的频道，然后把小铃铛开开哦。